GTA 大货车版国道一号上演，网友怒轰是赶着去投胎捏。一位民众经11天上午在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台中路段目击一辆绿色大货车一路狂飙，遇到前面有车就逼车并长按喇叭，逼迫前方车子让路，一有缝隙就鬼切变换车道。威驾的行为让目击民众觉得十分恐怖，拿出手机将这辆大货车的疯狂行为拍下来， 上传到脸书社团爆料公社，网友纷纷留言痛批这打疯狂的大货车司机，车流大这样赶能有多快？前面都是车，是要赶去投胎吗？屎尿再滚了！台湾大车 GDP 准备杀人的日常，拜托检举这名垃圾驾驶，修法，恶意逼车吊销驾照，赶去投胎。